各位观众，一月份沃敏射马部分威水战绩，三重彩四重彩，脚就1359或者13569互穿都得啊。我提供的就是6拖2578，咁呢场咧就11拖1368，啊，11号 Winpay 投注咧喜盈宝系嘛？所以我呢一场嘅心水咧就系我呢个4号零距离做胆啦，配角1号冠锋，2号传奇，5号阳光武士同埋9号风筝。所以咧呢一场咧，阿教主嘅心水咧就系我呢个4号机缘巧合做胆，配角就系2号喷火龙，3号蓝海贼啦，7号日日靓同埋8号梦幻战士。第七场我嘅心水咧就系4号嘅蓝区宝啦。做膽就搭6号嘅精灵勇士，5号嘅和气生财，同埋8号嘅富哥八斗啦。教主嘅心水咧就系重复一次咧，就9号嘅老幸福老窝做膽啦。咁啊拖2号嘅辉煌星，5号嘅盛大光辉，7号嘅又系红，同埋8号嘅精算齐同。第九场咧，教主嘅提供咧就系攞只5号嘅喜年卫星做膽啦，就搭2号嘅威进区。4号嘅王泽，8号嘅喜进区，同埋10号嘅皇帝金。咁三四重彩咧就2、4、5、8、10，就5只马互穿啦。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沃敏射马已经开卖，现在还可以用 PayMe 给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BNO 5+1签证开始申请啦，你准备好没啊？英国地址 ready 没呢？有没有考虑将你的资产一起移民去英国，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宏愿移民帮到你，快点打来6221-4438报名啦。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沃敏踢爆之说文解字》。今集的主题是自由自在。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20多年，而且是美国籍的香港大学后任校长张翔，竟然说言论自由要受法律限制。难道他在入籍美国宣誓的时候不知道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吗？刚刚过去的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的12月10日在法国巴黎的夏洛宫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在1950年开始，联合国就将每年12月10日就定为世界人权日。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开宗明义：人本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亦属平等。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以人权宣言为基础，联合国在1966年通过两项人权公约，分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1976年1月3日就生效。这两项公约呢就列出基本人权和自由，并且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呢都要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来贯彻这些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就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者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的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
家庭、住屋同埋通讯不受任何嘅干涉嘅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嘅权利、婚姻家庭权、财产所有权、思想、良心同埋宗教嘅自由，享有主张同发表意见嘅自由，结社同埋集会嘅自由，仲有就系参政权利。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39条写得好清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政治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本条第一款抵触。张翔教授明年一月履新，将会成为有超过8年历史的香港大学校长。之前如果他有将基本法仔细地读一读，而且个理解是正确的话，他就不会发表那些言论自由要受法律限制的谬论。张翔教授他是研究科学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读过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先生一首诗《画眉鸟》：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此之所向金龙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这一首诗说明了，虽然是鸟类，它都是酷爱自由。当它自由自在在山中飞翔的时候，它歌声或者鸣声是悦耳的，但是当它被困在个金龙之中，它那个啼声呢就是哀伤怨恨，是非常之渴望可以飞出去。鸟类的自在啼就是人类的自由讲，自由自在就是这样解了。言论自由是不可以受任何限制的。这一集讲到这里，多谢各位收看收听，下集再见。大家享不享受收看 MyRadio 的节目呢？查实 MyRadio 的营运是有赖大家的鼎力支持的，请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